我跟指导员呢，会见了你。我，林长，我有要伤，不着急，伤可以慢慢养嘛。 臭小子，笑什么笑？跟我斗了十几年，天天气得我肝疼。我带你啊，比带一个驴都费劲。喂，我是梁解放。少长好。啊，是小林啊。怎么，是不是梁永军又捣蛋了？ 梁永军在演习中表现十分突出，只不过演习结束后，他情绪稍微有点小波动。别跟我嘀咕了，首长，你有心脏病，别动不动就乱发脾气，听我把话讲完了。李铁总教员说，他有五成把握，可以把梁永军培养成为一名优秀的侦察兵。好，小林啊，你一定要发挥你的主观能动性。 全力以赴，助李铁一臂之力。啊，你们俩共同努力，一定要把梁军训练出来。请首长放心，我坚决完成任务。吓我一跳！你给谁打电话呢？你嘴里的那个谁？ 很关心你，我跟他汇报一下你近期情况，他时时刻刻都在挂念着你。我们俩的事你少掺和。梁永军，我是侦察连的指导员，有权利也有责任，把你培养成为一名优秀的侦察兵。行，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得特别棒。我们走着瞧。 手上上升器，这东西我跟我一起上过内测探路拉风来风。我看看，哦，这边挂了吧？梁永军同志请注意，周瑞琪已经顺利爬到猪笼拉拉风了。 喜欢吗？真好玩的，送给你了。送我了？嗯。哎呀，这个东西对你这么有纪念意义，就送我了。嗯，够意思，我不要。拿着吧，留个纪念。周日曦。 我要走了，以后有缘咱们再见。我希望你能自强不息，当一个真正的侦察兵。停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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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这是说临终遗言呢？怎么了？有什么想不开的？哎，问你话呢，怎么了？
哦，我知道了，你不会真检查出什么毛病来了吧？老梁，老梁。 求你们让梁永军回思想班吧，我担心他会自杀。你凭什么说他要自杀？他把跟他上过念经唐古拉中央峰的上升器送给我了，还让我自强不息，做一名真正的侦察兵。还说什么了？没有。还有其他异常表现吗？没有。那你就凭这些说他要自杀？啊，这太像林中遗言了。电影上一般说这种话的人很快就会死掉。胡闹。 回去睡觉去，真的，我说的都是实话，请你们相信我。要不同意的话，我就不走了。周瑞奇，我问你，你认为梁永军是应该待在侦察连，还是回饲养班？饲养班，他为了回饲养班都快自杀了。可是他跟你一样，有侦察连需要的特长，他必须留在侦察连。万一。 他想不开怎么办呀？所以，我们要交给你一个艰巨的任务，帮我们盯紧梁永军，一旦发现他有任何异常，及时向我们汇报。是指导员，连长，你们也要多注意梁永军啊。 梁永军了吗？哦，去操场了，说是给自己出小操。你怎么不拦着他呀？我拦着他干嘛？梁永军！ 不好了，梁永军自杀了！梁永军自杀了！
都找不到，肯定是死了。人不见就自杀了？啊！昨天晚上就看得不正常，今天早上也就没了。来，排长，不用找，排长，我们休息。什么乱七八糟！我这没有，我也没找着，我这也没有，不够，没找着。魏真出事了吧？他应该不会自杀，该不会逃跑了吧？指导员、总教员，咱们去向旅长汇报。黄大鹏，到，全体集合，准备外出清照。是。哎，建等等，女指导员，无人机在飞行吗？蔡峰说已经归队了，应该在进行适应性的飞行训练。我们去那儿做人事，看一下无人机拍摄的视频。我估计梁永军就在附近。总教员。你的意思是，梁永军为了逃避进入侦察旅，在故意违纪？有可能。啊！时间、地点？半个小时前，三号桥底。老罗，走，那我去把他抓回来。是。向前看，丢人现。都往哪看呢？报告，石馆长，连里会怎样处理梁永军？还能怎么处理？回去喂猪呗。向左转，黄路走。连长，连长，少连长，你听我说，梁永军身上有很重的包袱，所以……我不管是什么原因，梁永军也不能擅自离开军营，给连队造成麻烦。他损害的是我们集体的荣誉，我绝不允许他继续留在侦察连。少军同志，我是指导员，我是在跟你谈工作，不是在求你。对不起，指导员，我失态了。我也是军人，我理解你这份崇尚荣誉的心情。但是，我认为梁永军一心想去饲养班，是为了打击他的爷爷。什么意思啊？他来自于军人家庭，祖孙三代都是西藏军人。在他很小的时候，他的母亲就因病去世了，他的父亲被调回了内地。但是在他爷爷半动员半逼迫下，父亲又重新回到了西藏。在一次雪崩中，为了救一名战友，自己不幸牺牲了。所以，他心里一直觉得，是他爷爷害死了他的父亲。老兵，我是来看望梁永军的。无关人员不得探视。啊，通融一下吧，我找他有点事儿，就一下下。一帮人就想收买我。啊，等一下啊，快收起来！信不信我给你们连长打电话呀？不让见就算了，凶什么凶啊你！不让见我就偏要见，这点小事还能难得住我？哼！君君，你已经不是孩子了。
你现在可以为你的人生做决定了，是去是留，你自己选择吧。爸爸相信你。不仁，我不能对你不义。是兄弟落难，我能不帮你吗？你送吃的来了。不用了。我是让你回去告诉连长和指导员，是我利用了你。你利用我？王八蛋，梁永俊，你跟我直说，难道我不会帮你吗？你根本没有把我当朋友。我是怕你受连累，被赶出侦察连。真话还是假话？真的。有人来了，快走！你对抗某人的目的达到了，听说连长要把你赶走。我知道，你快走。王队长，是。连长，指导员。梁永军，你不假外出，知不经过研究决定，给予你警告处分。你有什么意见，可以在10天之内提出申诉。我没有意见。我跟指导员在旅长那儿为你争取了留在侦察连的最好机会，但是你必须做出深刻的检讨，保证不再消极训练。沈耀军，这是你最后的机会，你必须珍惜。你好好考虑考虑。连长，指导员。我考虑好了。我想回生产链。对不起。我想听的不是你的道歉。收拾东西。
侦察连的士兵，是咱们侦察连的老川头。你最近表现不错，这是我最后给您的礼。走吧。是。注意，听我口令，向后转。指导员，你这是侮辱士兵。我只是想让他留下。梁永军，报。你如果选择逃避，就只能享受这种欢送方式。梁军，班长，我现在心里很乱，我想静一静。我都知道了，上车吧。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留下来，洗刷你的耻辱。我现在不以指导员的身份，我以你前女友的身份送你一句话：梁永军，你是个懦夫。只配养猪。君君，我没想到你竟然做了这样的决定。难道你真的像李雨清说的那样，只配养猪，是个懦夫？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我的孩子是这样的。班长，班长，马上下雨了，抓紧时间卸车。是，走。啊，班长。哎，梁永军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出啥事了你？行了，别啰嗦了，抓紧时间，梁永军，往下递饲料。
梁永军，梁永军，哎，梁永军，你干什么去啊？班长，他这是怎么了？他自找的，咱们找警察见，接着，快，快。梁永军，你是个懦夫，只配养猪。进来。是。你来干什么？报告，梁永军请求归队。你现在隶属于生产连饲养班，你不知道吗，梁永军？连长，我错了，我以后一定严格要求自己，当好一名侦察兵。请再给我一次机会。肖连长已经给过你很多次机会了，马上返回四班报道。总教员，我再次请求。请求驳回。我会在侦察连门口好好反省自己的错误。少林寺开门，但求的不是武艺，那是求什么？求关注呗。都是战友，非那么刻薄吗？人家老梁带我们打过胜仗。白杨，老梁，拿开！这里是高原，感冒了不得了。赶紧回去！你要是不行了，就忠于指导员和连长，一定会感动的啊！走，走！他妈，简直是糊了！我跟你单独聊两句。聊什么？你下午对梁永军都说什么了？没说什么，我是以同学的身份告诉他，他是懦夫，只配养猪。林指导员，我问你一个私人问题啊，你和梁永军在大学的时候仅仅是大学同学吗？我们曾经是恋人，但是早就分手了。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？我为什么要早点告诉你？这是我的隐私。因为你打乱了我培养梁永军的计划。梁永军为了能够回饲养班，他可以严重的违反纪律，我们用全连背后欢送的形式，最终都没有把他留下来。你只说了一句话，就一句话，他现在就回来了。他现在回侦察连不是想当好一名侦察兵，他是想用自己的行为证明你的说法是错的。通知散班，还是把他接走。
这什么事儿啊？挺好的机会自己不珍惜。哎呀，他在这儿别说了。我说怎么了？梁军，来坐下。淋了一宿雨了，这是刚熬的姜汤，快趁热喝了，暖暖身子。谢谢班长。你说说你啊，挺好的军事技术，不好好当侦察兵，有这性子胡来，被人赶回来了吧，还想跑回去，你说你想咋的？哎，班长，他还耍性子啊？行了行了，时间不早了，该干嘛干嘛去。快趁热喝了吧。文明不错，13秒，超过优秀标准了。好，漂亮！报告指挥官。四文兵请求归队，同志们，再给四文兵呱唧呱唧。漂亮，老四。回去吧。是。漂亮。你先来，先上。我不上，你先上。周世奇，躲什么躲？该你了。去吧。放紧点啊！哎呀，救命！快一点，别跟那磨磨唧唧的。周世奇，预备，上！周世奇，就你这速度，你还想进小豹队啊？救命啊！
笑什么笑啊？有那么好笑吗？石班长，不行了，我不报名还不行吗？放我下来吧。你以为这是你家呀？想报名就报名，想不报名就不报名啊！把他放下来。赵雨琴，知道为什么掉下来吗？你的臂力太差，去做100个俯卧撑。啊啊什么啊呀！让你训练，快点。是。林指导员，你来一下，你帮我看看这得多少钱？不太方便。总教员，有钱人啊！这套装备得多少钱？这不是你的。啊，别人送的。这套装备起码也要5-6万吧？谁这么大方？50。51，52，53，54，55，56，56，快点，57，加点辅助，58，起，加油，给他加点油。59，起，起来啊，起来，起，再来，加油加油，59，报告，60，继续做。石馆长，总教员叫周瑞奇去趟办公室。稍微等一下。是。周瑞奇，谁让你起来的？做完再去。他做了多少个了？60。继续。61。62。63。64。65。哥。65。还有35个。报告，进来。这些是你送的？是，希望总教员喜欢，一点小意思。这还小意思啊？啊，这么多东西，武功不受禄，说吧，有什么要求？总教员，我听说小豹队结训后要编在侦察连，像我这样军事训练不过关的，要离开侦察连，给小豹队腾编制。我知道我军事素质差，不配留下，但是我有特殊原因，不能离开侦察连。我的意思，请您高抬贵手，让我留在小豹队。就这些啊？就这些。那要求不高，在我职权范围以内。周瑞琴，但是我要提醒你，侦察兵是首长手中的尖刀，首战必用。你现在逃避训练，到了实战，会送命的。和平时期哪来的战争呀？再说了，侦察连有上百号兵呢，尖刀战士那么多，如果首长用的话，也用尖刀，不会用我这种断刀的。
好。肖队长，林指导员，你们可以过来了。连长，指导员，你们别误会啊，我不是不尊重你们，我现在打电话让他再送两套，你们一人一套。周瑞奇，你是在侮辱我的人格吗？连长，我没别的意思。